不同吗？没有吧？啊，特殊公演有吗？日本粉丝都不过生日的。富士山的图片请再次放出来，谢谢大家。太慢，没人理你了。太慢，好了，回来。所以，什么？不一样哎，樱花哎，这是拼哎哎一样的，开春了。有人过生日吗？真没意思。好，我们要想一个比较文雅的、符合我们气质的 MC 的那个游戏的题目。嗯，不然听起来太怪了。对。然后你想好了吗？我们的。好的，经过我左右两位非常智商非常高超的人来给我提了一点建议呢，我们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腿部力量大比拼，就是稍微秀一下我们这个绣花腿。所以我们先去搬两个凳子上来好了。就是我们这个游戏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两个人比赛，然后就是比谁的腿部力量更强大。他们一定以为我们要扎马步。哎，我们可以凳子往后一点，就是比起来的时候，势必这个表情会比较狰狞。哎呦，怎么赵月和孙瑞都在这一组？不对头。小孔啊，知道了吗？这个位置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呢，默默要就是你现在没比赛呢，哎呦，我太疼了。就是默默要就是用力，然后就是那个抓住小孔，然后不让小孔逃出来。对对对，小孔呢就试图要逃出来。对，小孔的腿，对，要挣脱默默，默默要那个控制小孔、啊。我看了一下我们这圈人，我觉得抽到瑞哥和赵月的人最惨。这样子，我们先还好了。我们两个小细腿，我不行，我这比胳膊行，比腿不行，不能说自己不行，没劲，有一句话，必须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。我行，那腿咋在抖啊？所以他们俩就确定的时候，我们其他人是那黑白配吗？你们就是直接就是确定好了，你跟赵月一组，好吗？我们要最后决出一个冠军。那万一有比他们俩还厉害的呢？那就是黑马了。我真不行，我腿特别没有劲，我告诉你，那好吧，那我们公平一点，我感觉陈琳应该那我们公平一点，然后我们所有人一起拼，好吧？好，来吧，一起来拼，来黑白配啊！来，黑白配。黑白配，白的在上面，手背儿，黑的在上面，哎，没黑的在上面，他们俩也出去了，他们俩好。孙瑞，你为什么在笑？好，如果温金杰赢了这个，他就不算了，对吧？温金杰赢了，只能证明他太差，他不行。对，你连温金杰都看不过，真的。为什么你们有种看不起我的感觉？就来吧，黑白配，我的哎呀，三个小孔，小孔好凶，你们这边石头剪刀布出一个输的，我觉得我有点不信哎，和你们一起，哎，我们这边石头剪刀布一个输的，两个输的在一起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石头剪刀布，怎么回事？来，你们这边出一个，赵月输啊，赵月，不能输的吧，默默，你遇到任何一个都是很强，都很强。这两个我看了眼都不行了。我感觉陈琳应该是剪刀布。哦，可以，运气不错。我感觉陈琳是黑马，肯定是黑马。半斤八两的，半斤八两哎，怎么办？哎，你说你俩刚才费了劲干啥？就直接坐那开始整呗。来，绕了一圈，非得走一个。先从你们这边开始吧。为什么、你们先给我们打个样，回到原位。你们打个样，回到了原位。我想看一下最差有多差。小心，最差的是你。哎，我们两朵娇花怎么办？快点，你在外还是里？不是，你。哎，你俩刚才演示的时候不整得挺好的吗？对，然后那我就是给他默默在外面控制，小孔在里面啊。我就你往外对吧？他往里，我只要挣脱的话，我就赢了，对吧？对，我不会死吧？我是不会为这个 MC 结束之后，我之后的歌可能就上不了了。我跟你说，小孔其实不容小觑的。
他我的大腿，哇哦！来吧来吧，好，哎，你说就这小细腿儿，哎，我都是输了，来，我给你们拿好麦克风啊，丢人啊！可以说话的，可以言语的攻击，可以用言语攻击啊，言语进攻，表情也可以进攻。你个小鸡腿，你完蛋！已经开始了吗？已经开始了，这开始了吗？一二三，开始！应该没有力气说话吧？小孔，加油！应该有个时间吧？小孔太差了！一直开始吧！刚刚已经开始了，他永远进入不出来呀！这不是就十秒吗？你让我算。我们差不多就可以喊倒计时了。哎呦！哎，哇，他好像受刑哎！六五四。受刑啊！这小孔，好像在电椅那个。哎，这个椅子带电的，真的。小孔，太差了，你采访一下，采访一下。你们试一下就知道了。交换，已经没有劲可以交换了吧？就是因为本来这个时间允许你们很久，就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被解决了。好，好，然后那我们加快进程了，然后我们要下一组了。下一组，下一组。下一组，下一组，你们俩吧，不要叫了。好吧，那我们来，来，太累了，你还好吧？哎，完了，这个游戏好啊，夹完一会儿就不用上下。他嘲笑人家小鸡腿，我不要麦克。小钱，你懂的，你根本就，你不进攻的吗？大西，大西，站如松，有没有信心？站如松，坐，哎，不行，我应该十秒。站如松，站如松，坐如松。别说了，冲！你有没有啊？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赛前采访？就是武松打虎，打你一二三的十秒啊，十秒，倒计时十秒啊，来，准备，开始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，可以啊，小钱，三，小钱可以。果然是不是这有问题啊？哪个问题？是不是这个游戏很难出来啊？果然出不来了，感觉。哎，已经真的这个游戏当里面那个就不行了，其实挺难的，是吧？很难。我感觉在里面的针头拍出来，腿都软了。哎，而且哎，而且咱们是这样 ，TMC 每个人夹一下之后，下一场一会儿在上场的时候，所有人还要跳舞呢，为什么要来受刑？哎，这不开玩笑，这夹完了之后腿真的软。来，姐，我在外面。行，这个姿势你们也要设计一下吧。我在外面，我感觉大叔应该在里面，你应该在里面，因为在外面让我试试。我，哎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学会了横叉。我赢了。发生了什么？太快了！我还什么都没看到哎！我赢了！谢谢你啊，谢谢责任啊，谢谢啊，谢谢！我赢了！我赢了！不是，输了！准备好！你输了！输了！我没说开始。开始了！我不是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来来来，再给你一次，再给机会呢？我还有点扫兴呢。给弱者一个机会。三二一，开始！十、九、八。其实真的是一样的，其实真的是一样的。不好意思啊，大家。没必要，没必要。再一次赢了。没必要再来一次的，其实。不要笑，我一会儿想感受一下温静姐，我一会儿想感受一下。哇，不行，我也想感受。我的腿也很酸。对，其实不是，我想感受一下孙瑞，就给我感受一下你吧。你怎么会这么差呀、啊、孙瑞别丢人啊，他还行吗、嗯、好吓人，使劲让我显得高大威猛一点。太差了这个人、啊、我也来一下，我也来一下，太差了。这两个人半斤八两，这两个可以，这两个可以，这两个差不多差不多，不要自取其辱，半斤八两，不要自取其辱，没事，我知道欺负了的，起来吧，哥，太丢人了，你确实不行，确实，哎呦，走吧，下去，你腿咋的了？腿咋的了？哎，老态龙钟了，突然，哎，下一位，下一组呢？吓人了，那我们吧，这里，感觉这一组很猛啊，还好还好了，我肌无力，这组很激烈，我也肌无力。
力。哇，这两位简直了！哇，来，下个字你赌谁？热火朝谁？哇，感觉很精彩！这一桌，哇，被弹起来了，手。哦呦，哇塞！紧实。我是装饰性肌肉了，没有什么实质性作用。加油啊，加油啊！啥时候开始？3、2、1，开始！哇！哇哦，看到肌肉的轮廓了，肌肉了，肌肉，肌肉的轮廓，两个人，他们俩的肌肉都显了，哇！3、2、1，哇！力都用上，他们的肌肉都是那种有线条的，都两个都能看出来。要是我再早年一点，我可以去踢足球，我觉得。哎，那我们刚才，哎，默默来，我错了，来，你去和赵薇试试。默默，因为默默其实还是挺厉害的。对，默默你是最默默特别强，所以把你挑出来，知道吧？太甜了。所以，你们俩干啥呢？不用谦虚，不用谦让，不要谦让，谁想在外面吧？来，你们谁在外面？谁在外头？里面都一样的，没有什么区别的。你是差不多，你确实没有区别。来啊，准备，准备好了吗？3、2、1，开始！哇，默默，我感觉上回默默还是有哎，默默怎么就放弃了？默默你不可能赢了，默默刚才这边就是打开了一点点，一点点。我感觉不是在和一个人类一起做这个游戏，我在两块岩石中间被夹着。怎么了？跟我有什么区别吗？怎么了？跟我有什么区别吗？默默的，是吗？那我走了。来，口是心非。太可怕了，你自己尝试一下。你又再见了，你根本就没有挪动的可能性。小孔，给他们演示一下，别往里头了。对，来吧，走你。你根本就不用用力，他真的很弱。3、2、1，开始。走你。哇，下面给大家看一下。哎呀。我已自动变粉，痛并快乐着。请问你刚刚有用力吗，赵宇？一点都不行啊！刚刚有开始过吗？我们还有一位温温，最后是温温和赵宇，然后决出一个。我跟你说，温温这是很猛。温温真的。来，没想到，没想到还有一场吧？我也没想到，被人家赵宇车轮战很多哎。那赵宇可以选择要里面还是外面，因为赵宇好几轮了。那我就在外面吧，就换一个地方疼，锻炼另一块肌肉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3、2、1，开始。哇！哎呀，哎呀，是不是？哇！等一下，他们确定？哇，可以的。哇，可以抗衡哎。那其实正文打开很难。好了，可以了，不用费觉得你死我活。这是胜负欲。好的，哇，他们两个人应该算是势均力敌，我感觉他们能至少还能再顶个2个小时，2个小时公演过去了。这样吧，待会我们跳舞，然后两个我们下去歇一会儿吧，我腿不行了。好，让我们有请下一组小伙伴们。耶。